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这一堆低超下去啊！我哪会啊？出卡！我发动我的黄金龟效果，这卡两个回合过后可以加入手牌啊！我发动我的魔法卡，超载融合，这卡从墓地的地线族武器出外，然后套上一张地线族融合卡，超载奇美拉鲁，赐我这一道五连波。我真的很难受，又想哭。再次那个英雄神动奖，我们会报复。结果我报复都没有，我花了很多钱买了个王子，怎么好？本来我7000多块，你看，结果嘞，我听见印度神父讲，把全人变成富人，你看我全部家都卖光了，我当成穷人。结果我那个袜子没有中，害我全部含巴拉都卖掉。我以后不要听那个印度神父话讲，结果一分钱都没有中了，害我没有钱了。我那一天还去卡宾花了我整个钱，我只剩下很多 pass 可以买啦，因为。这边要选我好久啊，那个娱乐效果，我只能讲，他们都是太久了。那个影子神父害我，结果给阿玲那个人啊，赢走了9000多万了。老板，你可以 sponsor 我吗？我手头紧耶，因为印度神都害我了啦。我手头紧耶，我没有钱买你的货啊。那没有办法，你拿汽水变成钱就可以了。所以 ，OK， 我们马上喝完。Money, money, home, anybody home?哎、欸，老板，真的，哎，我给你，好。OK， 一会儿那个货会到。有没？哎、欸，哎呀，真乖。哦哦，在那里，在那里。终于见面！我终于有东西拍喽。嘿，马里奥战友，我是战神水水，今天做我们的开箱惊喜啦！哇，很久没有开喽。开箱惊喜，那这一次开箱道具嘞？终于有开箱道具了。其实我这把小刀是拿来切菜的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这边有一个红色的板凳，跟它一巴大大的拍下去，我才有动力才可以做影片，不然。我每天一哭二闹三上吊呀，都是给那个印度神父骗了我的钱。哇，等了7749天，我才拿到这个黄金柜，我相信一定是整个黄金柜了。这个是模型哦，3000年地猫蛮多一下，这次比较少。哇，它这次说明书有显示啊，不像上一次，因为上一次千年地猫它是自动啊，看你是不是天选之人啊，因为豆哥这样讲啊。我并非天选之人，不要忘记要带这个道具、啊，我不要像上次样子，最好检讨了，快点动起来。黄金可实现，我们抓紧时间了，来吧！
好像不一样哎，感觉你看，因为我上一次啊，我慢慢剪，哦，这个还是我让阿斯利的。啊，容易吗？哇，它要按很紧哦。我上次千年筋膜是很难按一点点。完成了，哇，这个不简单下，不过蛮容易啦。你看，它只是几块晶片罢了，所以我按一下就好了喽。哦，还有机关的，这边有个扣，要注意一下。哦，懂了。先扣了，先拆什么？拆按那个哈斯小弟那个灯。OK， 最后一步。黄金柜完成了，哦，很容易吗？好像喝厕所水。我先试看看能不能放我的卡。来看我这副卡组能不能塞。哎，可以哦。你看，可以耶。难怪游戏它以前啊放卡就放在这边，它塞是可以，你可以放你的千年积木。我不比赛能不能带啦，因为它的盖没有按紧了，因为我是怕等下放在书包里面。是可以啦，但是我是怕弄跌。哇，这次我们要谢谢我们的 Casey Gaming ENT， 谢谢。好啦，影片到位了。如果你超级中级、超级无敌，说我的影片了，请记得按 like、share 给影片。如果你是新人，就记得按收藏，记得按赞。以及上方朋友的谢谢，帮顶这个网就没有讲。好了，影片到位了。如果你超级中级、超级无敌，说我的影片，记得按 like、share 给影片。如果你是新人，就记得按收藏，记得按赞。以及上方朋友给我谢谢，放进这个五个黄金贵人了。如果还是你是，你跟我讲啦，我们就要用黄金贵封印它就可以了。开玩笑吧。好了，等我一下，乔。And I can see the light But I can also see the bones decay